先叫回来。我最近大事。喂，他怎么不能回城啊？因为对，你不要坐我旁边呐、啊！我现在是刚休息哇。这对在哪里啊？我们另外一队不见了耶，大大，回来了吧？屁呀、啊，回来了，哪有？啊，对，观众一定想说我在干嘛？我其实想要练他们的那个技能。这边比较奥妹，一个手游啊，我不讲了。今天外面有点吵，所以我讲话有点小声。那个，我真的他们觉得好霸修养真的是，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很长，外面很常在有活动，然后很吵，也是晚上的时候。木材棺，粮草棺。大家忍耐一下哦，我住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吵，就是，四级可以的吗？三级还不能，我这样塞。所以看下不要再讲那个。